先。今日咪夸奖 Angeline 钢琴小小女孩，今日系咪啊？几叻喎！今日弹咗四首歌，系咪啊？有几多少观众啊？今日二十几、三十个都有啦，系嘛？冇，仲有家长，咪咯？加埋嚟四十，四十几个表演者有24个人。哦，咁我而家喺边度食紧嘢咧？田子房系咪啊？一个比较有艺术气质嘅地方啊。妍妍今天表现非常好。如果头先下面系咪啊？系咪好肚饿而家你？你點解用咁大碟嚟食飯嘅你？食嘢啫，晏晝冇食嘢啊你？小妹大盤，還不理人？唔理我啊，咁我攞翻嗰碟嘢嚟食先，唔俾你食先，真冇雪糕食。我耶！我要。講笑啫，啊快食完啦你。我多給你的面嘛。用飯就夠了。我而家係喺二樓嗰度嘅，啊，喺啲古老房屋嘅二樓，有特別啲嘅裝修啊。